欢迎嚟到学界体育比赛时间。2023-2024学年学界乒乓球单打比赛又喺中葡职中体育馆拉开战幕。我哋会分上下两集，见证各组冠军嘅争霸之路。先睇女 A 赛事，今届有18名选手参赛，先打小组单循环初赛，每组首名晋级八强淘汰。上届冠军国际学校嘅黄章玲以及上届季军裴正张子圈，小组首名晋级，首轮八强轮通直入上下线嘅四强。另外两个四强席位由裴正同澳方争夺，裴正吴明燕、陈思晴分别击败咗澳方嘅罗玉婷以及苏巧华，跻身前四。第一场女 A 四强由黑色球衣国际黄章玲对裴正吴明燕，黄章玲的实力就高一筹，第一局发挥到积极进攻的特点，大比数领前。吴明燕比较少对呢类球员，很多时都防不住，打到中段才适应到比较强的旋转，追到5-7。不过就行人止步，黄章玲一加强进攻，就以11-5取得头局胜利。吴永燕第二局熟悉了黄章玲的打法，防守为主的他识得拉开角度逼对手跑动，加上黄章玲手感就麻麻地，吴永燕一度领先7-5。不过黄章玲利用到发球的优势，直接得分之余再加一次发球抢攻，追到7-7。吴明燕的发球虽然落点麻麻，但黄章玲就太过紧张拉空气，8-7。吴明燕食个翻寻味，同一个发球黄章玲有备而来，追到8-手。到黄章玲发球没什么特别，不过吴明燕这球进攻就有些乱乱地了。黄章玲第二个发球，吴明燕反手打出界，黄章玲10-8领先。吴明燕手握发美球的机会，虽然被拉起，胜在防守的落点够刁转，追到9-10。继续吴明燕发球，发正手好波，黄章玲睇定晒，侧身拉直线，以11-9赢埋第二局，有两局起手，黄章玲的信心更加之充足。第三局亦都学精了，不急于发力一板攞命，反而放胆先稳阵拉起，同对手打相持，效果就相当好，一嚟就领先8-0。最终以11-4埋单，直落局数3-0淘汰吴明燕，再度跻身决赛。去年脚受伤了一个月没有练球，觉得今年状态比较好，因为没有意外。我现在这个对手比我实力比较强，赢过我好多次了。放平心态，不去看比分了，希望能拿到冠军，反正努力就可以了。你有信心去卫冕吗？有。我觉得发挥都 OK 嘅，因为知道对手系好劲嘅，咁样咁就尽力打咗啦。咁样对今届嘅成绩会唔满意？好满意啊！咁当然，因为我好耐好耐冇入过四强啦。咁之前就系应该系2016-2017咁样先至入过四强啦。咁而家系最后一年啦，咁都入翻四强都好开心，好满意。第二场女 A 四强赛是裴正内战，蓝色球衣张子圈迎战陈思晴。张子圈无论实力以及经验都称先，第一局一直领前。陈思晴打突击，正反手的节奏都很快，张子圈一啲都不好守，中局追到5-5。上方之后一直拉锯到8-8以及9-9。张子圈发美球，要主动进攻才得了，10-9。
手握一个局点的张子圈，发球就麻麻，星赞够胆发力先，结果11-9先拔头筹。第二局初段，张子圈表现都是比较稳定，一直带住两分嚟打。陈思成中段开始进入状态，每每都能够抢先发力，压住对手两边，中段反超5-4。五平之后，陈思成加大质量，张子圈失误就明显增多。陈思成对来回打出斗心，正反手都加力之下，连攞四分到9-5。陈思成发尾球，反手就果断加力10-6。张子圈要救四个局点，难度就相当之高。陈思成接发球，拉到对手的中间夹位得分，11-6，追成局数1-1。在关键的第三局，上一年打过亚运的张子圈，藉住胜一筹的经验抢回主导权，多番主动拉起，加强旋转，令陈思成进攻的难度大增。张子圈一开波就领先4-0。吸后稳打稳斩，随着发球直接得分，11-4，赢下第三局，局数2-1领前。陈思成第四局焗住要搏杀，正手正交的抽击2-0领先。面对陈思成的步步进逼，张子圈总算可以耐心应战，打出了变化，终局追到4-4。及后双方的无谓失误就比较多，三度平手。直到8-7的时候，张子圈反手加力进攻，拉开9-7，逼到陈思成叫暂停，可惜就没办法扭转败局，预计亦都失败了。张子圈轻轻一拉就拉穿对手10-7。张子圈压有三个赛点，虽然输了一球，擦网幸运波，但接发球就没有跑，拉起之后斗相前，最终陈思成打失了，张子圈11-8赢埋第四局，局数3-1击败陈思成，首度晋级决赛，将会同黄章宁争冠军。入到决赛啦，嗰种感觉点样样？我觉得都是即系保持翻自己平嘅心态，然后希望喺决赛发挥好啲。上一年嘅四强你就输咗俾即将决赛嘅对手阿黄章宁啦。其实今年有啲咩部署？我觉得自己即系打翻好自己，可能接发球，跟住然后每一板嘅衔接就即系要自己兴奋啲，有一个拼搏嘅状态。今场是我中学生涯最后一次的学界赛，所以我觉得入到四强都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我今场自己发挥还好，但是我主要都是正手可能太过冲动，可能未看啱时机就拍了出界样，所以我希望下一场或者之后可以改进这一方面。南美赛事方面，61名选手参赛，分20个小组打单循环初赛，小组首名晋级16强淘汰，以及之前的抢位赛。上届亚军澳方的吴家威晋级16强之后，第一场轮通及后再击败了培正的杨文静，跻身4强。培正廖浩佳先赢利马窦的李家豪，以及卢校的许绍峰，首度入南美前四。亚线方面，上届南 B 冠军蔡龙的郑孔威出线之后，先后淘汰岭南的陈少康以及胜五的沈英阳，跻身逼科。同样是非种子选手中葡职中的殷家威，连赢3位粤华选手，包括抢位赛赢李柏贤，及后再赢陈泽朗、关正杰，首度取得南美4强的门票。首场南美4强赛事，右手边蔡龙郑孔威对中葡职中殷家威。郑孔威是今年澳门队夺得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学界乒乓球团体赛季军的主力，实力比对手要好，第一局轻松以11-4先拔头筹。第二局就遇到考验，殷家威打搏杀波，多次主动进攻，
而且一啲都唔心急，夠膽拉起，然後打雙前，一度領先4-1、5-1。印加威呢球拉直線，更加出其不意，7-3。李偉中葡職中學生一直保持4分優勢到尾局，中台對拉都贏。鄭孔威有啲漫不經心，氣勢被人壓住，落後5-10之後，先至全力追趕，加強回球嘅質量，令印加威頻頻失誤。鄭孔威追到8-10，仲發尾球，擦網救到，好波啊！呢球反手防直先，一早就預備好曬，9-10。鄭孔威落後1分，揸住發球，應該就上風。点知有啲手紧，不但唔进攻，仲猜咗落网。印加威赢11-9，局数追成1-1。经过教路之后，郑孔威喺关键嘅第三局争硬嚟打，加强进攻，一嚟就2-0。4-2之后，郑孔威更加进取，一有机会就发力，连赢4分到8-2。最后直转凌厉的发球，以及接发球反手领一板一粒，赢11-4，局数2-1大先。郑孔威第四局继续以高质量的回球牵制住恩加威，一开波就甩开4-0。恩加威发球好波，形成对拉局面。郑孔威拆网出界，印加威好艰辛，先至追翻1分，但倒水咁快就连输4分，被郑孔威抛离到7-1。喺最后阶段，郑孔威亦都冇手软，呢球中远台反攻嚟到10-4，手握6个赛点嘅佢，最终以11-4结束赛事。郑孔威局数3-1击败印加威，首次进入南美决赛，都好开心可以入到决赛啦。咁希望可以喺决赛入边发挥好，发挥到自己嘅水平，可以攞到冠军啦。其实自己压力都有嘅，因为代表个澳门打亚运会啦，对手就打我嘅心态就系放开打搏啦，系啊，同埋观众可能见到我输汗都好激动，系拍晒手掌咁。我覺得呢啲都係要我自己嘛去承受嘅。面對呢啲情況都要自己將心態擺好咯。決賽都有信心嘅，咁因為啱自己打完粵港澳嗰個比賽啦，都係呢個場地。因為始終個對手自己打過咁多次都未攞過一局，同埋就打過咁多次都係真係冇得打咯。今次攞到一局都係比較開心。首先平時自己唔敢即係接發球唔敢搏嗰啲波，今日都自己咁搏咯。尤其是接發球就今日就冇乜點諗到，就比較果斷就該起手嘅波都起手咁樣咯。打咗呢一場比賽，希望可以陣間爭3-4嗰場去打得好啲咁咯。南美決賽另一張入場券，由澳方吴家威同持有廖浩佳争夺。蓝色球衣的吴家威是上届亚军，被提高一线，但这场四强战并不易打的。吴家威藉住反手进攻以及发球得分，第一局初段4-2反超前，不过失误亦随之而来，廖浩佳接连得分，尤其两个发球都直接攞到甜头，反超7-5。但吴家威的经验始终比较好，3-幾下板款不但追到7-0，接发球都积极去创造机会，连取3分，8-7领先，打乱了廖浩佳的阵脚。当乱之下，美局再送3分，吴家威11-8攞到首局胜利。第二局双方咬住想，大家都想一板就攞分，或者抢到优势，打得就好毒，来回就比较少，失误亦都比较多，3度平手嚟到6-6。廖浩佳藉住发球连抢2分，
但首度打入四强的他太过紧张累死，尽管李局领先9-7，但为连串的失误付出沉重代价，反连输3分，吴家威反超10-9，而且发美球，发个中路急球，再压夹位搞掂，结果吴家威连攞4分，赢11-9，局数2-0领先。第三局初段，吴家威两度发球直接得分，建立了领先优势。及后一直保持2分距离，信心就翻晒嚟。呢球防守空有成竹，8-5。廖浩佳相对就比较飘忽，一直未有突破。尤其是斗相持，都是吴家威老辣啲，10-7，压有3个赛点。虽然之后失了一球，但这次接发球就很主动，除了廖浩佳打出界，吴家威再赢一局11-8，直落局数3-0，淘汰廖浩佳，连续两届打入南美决赛，再一次踏入南美决赛，感觉点？感觉很开心，其实每一场球都当是自己最后一场样打，要放平的心态，即系每一场都要好似搏命咁打咯。决赛嘅对手其实郑孔威啦，其实佢实力都好高，有信心嘅，先好样发球咯。如果发球一接唔好，真系冇得打。我觉得相持上仲系可以，仲系有得打。反手处理发球啊，拉波啊嗰啲处理好嘅话，我觉得有得赢。吴家威因为佢以前都嘅成绩都唔错咁。对住佢点都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即系赛前都其实同教练做了很多对策，但是只可以话自己实在太过紧张，有很多地方都把握不好，其实即系自己失分比较多。季军战的话，系我希望而家阵间可以调整好心态，再继续争取呢个季军战，因为其实季军战嚟讲，我都即系有一定信心。睇完男 A 女 A 嘅四强大战，今集嘅时间又到啦。下一集继续同大家重温男 A 女 A 嘅冠军战，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拜拜。